回来了。啊。哎，你们俩上你二哥那屋去，老二跟我进屋，有话说。有事儿啊？张珊珊在那屋呢。进啊。不是，过来，咱过来。喂，宝贝儿，你可别生气，你这回头再把孩子气坏了，大嫂又不是冲你，那就是那脾气啊。二嫂，啊，你又怎么着大嫂了？你这话我怎么那么不爱听啊？哦，大嫂一不高兴就是我招的呀，她那脾气你不知道？她我还说不了你了，坐下。这干什么呀？啊？哎，欺负人欺负到家来了啊！那么不要脸呢，就找上门来了。怎么呀？你说哪有这样的呀？和平，别看你是我小叔子，这事儿还真就是帮理不帮亲，就是你的不对。什么叫我就不对了？哎呀，你快点的啊！啊，门关好没有啊？关了，怎么了？看看这事儿怎么办？人找上家里来了。谁呀？还有谁呀？张珊珊。这。老二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都没有，瞎猜。没有啊？还装呢？啊？当着你亲大哥大嫂的面，还想瞒着？啊？这谁给的？知道吗？冯雪她后妈。人冯雪她后妈在医院里看见你跟张珊珊拉拉扯扯了，回去憋屈好几天。这才打电话让我去告诉我的，老二啊，你让我这当大嫂的在他们家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，知不知道？你去找他去了？我找他干嘛呀？是他打电话叫我去的。这干这破事儿！不是，嫂子，哥，真的我求你了，以后冯雪他们家的事儿你不往里掺和行吗？听见了吗？你以为我爱掺和呀？老二啊，我这是帮助你呀，是为你负责任，知不知道？你现在是不是特希望我装糊涂，什么都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你大嫂我可真不是那种人，我就见不得那偷鸡摸狗的事儿，咱们家可不能出陈世美。老二啊，你就好好想一想吧，啊，想当初你跟人冯雪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呀？你什么都没有，就连住那地下室，是不是都冯雪帮你找的？你没钱的时候，人冯雪没嫌弃过你。现在你有俩破钱了，你嫌弃人家，还找一个小的。那张珊珊除了年轻以外，她有什么呀？哪儿比那冯雪好啊？你怎么能忘恩负义呢？你呀，这丧良心！小点声，什么小点声啊？怕冯雪听见，怕人听见就别干这破事儿。我告诉你，老二。人家冯雪为你留过孩子，欠人一条人命，这情你不领啊？啊，你怎么就一点良心没有呢？一点不念人好呢？行了，你净瞎猜，什么都没有。什么叫瞎猜呀？你就在这站着呀？这当大哥的不知道劝劝弟弟呀？好，我劝啊，让他自己先好好想想啊。看他想明白什么。那，别说了。哎呀，你推我干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说你。你能不能给老二留点面子？我不给他留面子呀！啊，我已经够给他留面子了。你问你弟弟，他自己要脸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人家冯雪的后妈可把话撂下来了。如果咱们撵不走张珊珊，他撵。他怎么撵啊？我哪知道啊？一个农村人怎么撵？你问我，我哪知道啊？你们听好了啊，这事儿要闹大了，咱们全家人都跟着丢脸。行，媳妇儿，你看这么大事儿，你别把自己气着，是不是？你这把你气坏了，我还心疼呢。行了，哎，杨林，喝杯水吧。啊，谢谢。老三，你的。二嫂，嗯，不是，二哥在那边这么长时间了，捏咕什么呢？要不咱过去看看去？行啊，那要不咱们一块儿过去吧？行啊，媳妇儿，甭看了。啊，珊珊，来，拿着东西一块儿过去吧，好吗？大哥，嗯，晚上吃什么呀？听你嫂子安排啊。哟，珊珊，你没走吧？哎，那个媳妇儿，那个晚上咱们吃什么呀？嘿呀，这合着就等着我动手呢是吧？一帮吃闲饭的。
张珊珊，哎，你既然不走了，就搭把手呗。好，哎，那个，我来做吧。多事儿呢，看你的球，这活珊珊愿意干啊，没事儿。是珊珊做饭好吃啊。来，来，把洋葱帮大嫂切了。会切洋葱呢，早知道这样不让你切好了。这切洋葱啊，就跟那处感情似的，不会切千万不能动。和感情不也是一样吗？不该动的感情，你要是动了，那就跟你现在一样，遭罪呀，难受啊，辣的自己呀没办法。你现在是不是特难受啊？啊？哟。那你用什么擦擦呀？你看这就是麻布。啊，没事儿啊？没事儿。啊，哎呀，来，大嫂教你啊，这切洋葱啊，只有一种选择，那就是一刀两断，不留后患。记住了啊，来。哎呀，珊珊呀，我听说你们单位好像有好多小姑娘都相中我们家老二了，是吗？你说我们家老二吧，这人长得一般，就兜里有俩臭钱儿。可是呢，现在这些小姑娘真不要脸呐，就看中我们家老二兜里那俩臭钱儿了，就往上扑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大嫂，拜托你一件事儿呗。你回到单位，如果你要认识追我们家老二那些小姑娘，你就告诉她，你说人两口子啊感情特别好，那冯雪呀特别优秀，在他们家位置啊特别高，别让他们以为自己很年轻啊，什么漂亮啊什么的就生扑，然后干那些缺德的事儿，总以为自己有本钱啊，拜托了啊。大嫂，是他说他喜欢我。他告诉我说他跟冯雪没感情，你知道吗？每次他跟冯雪一吵架，他都来找我，是他主动的。那他就是放屁，他放屁你也说香啊？他在骗你，你也听不出来啊？啊？那个，哎，媳妇啊，哎，需不需要我帮忙啊？帮什么忙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给我记住了。从今往后，你要敢骗我，在外面招猫逗狗的欺骗那些小姑娘玩，我就剁了你！你瞎说什么呀？信不信？我不是。哎，珊珊！珊珊！哎，经理，不是你慢点，你别跑，你。哎呀，行了，吓我！你闪呀！不要脸！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是不是我大嫂说你什么了？他那人就那样，你别搭理他啊！你们都别问了。那个老公，你去楼下给我们俩买点零食。啊？啊，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啊。现在能跟我说了吧，宝贝儿？我真的不想说。我还是不是你好姐们啊？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冯雪的老公
跟我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